所有的东西都便宜处理了，低价处理，全部低价处理啊！低价处理，全部低价处理啊！低价处理，全部低价处理啊！前边又拥堵了，过不去。有的店面已经关门了，明天就要拆除了，这是最后一天。所有的东西都处理了。走吧，在内屯。就是过年也没这么多人。对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要明天就拆除了。外头，外头，这一拆除又有一大批人要失业了啊，又没有工作了。这个市场就彻底解散了。哎呀，那就批发吧。你看，整个东西都处理了。这家已经搬走了。